其實你唔使擔心嘅，上到庭嘅嘢啦，唔係輸就贏噶啦嘛。就算輸咗又點啫？踎監啫嘛，我踎過，我過來人同你分享下啦。就講衣食住行啊，嗱，衫啊最簡單啦，着埋同一款式，又唔使左諗右諗點樣配搭喎，係咪先？食咧就冇得要求噶啦，但係啊，兩餸一湯啦，仲有隻橙，營養一定均衡。住咧，你放心。 一定有一張床俾你瞓嘅，啊，唯一最唔好咧就係大小二便啊，冇門嘅喎，Rose啊好臭噶，誒，但係如果 Rose 咧佢有上進心嘅話咧，佢可以進修嘅喎，好多小學未畢業嘅人入完去之後啊，俾咗專業人士添啊，話唔知幾個律師咧有一個坐過㗎，我唔可以坐喺度挨打，我要還多，哎呀，還多都跌低咗喎，點算啊，點算啊，你扶起佢先啦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阿仔哥咧有啲唔舒服，我嚟代佢开呢个会嘅。咁今日咧有两个消息要宣布嘅，一个系坏消息，但系另一个系好消息。坏消息就系仔哥健康出现问题，唔可以翻工；而好消息就系我健康冇出现问题。 我可以翻工，所以由今开始，我就会接管周转快。我接管之后，会令大家迈向国际化。点样迈向国际化？必须要有国际化嘅视野。我今日好高兴，能够请到联合国投资基金暨世界金融策划管理顾问丁恒健先生。丁先生有请。 丁先生业内系响当当嘅，佢嘅服务对象咧都系皇室人员。咁啊，由今开始将会由佢同我一齐管理公司。阿丁先生所有嘅业务即系向我一个人负责嘅。丁生，多谢晒娇姐你咁详细嘅介绍。各位好，我叫丁恒健，你哋可以叫我做 Maris， 呢一位系我秘书 Joey， 后边嘅都系我哋新加盟嘅同事。大家如果有事想揾我嘅。 可以直接聯絡 Joey， 佢會 report 話翻俾我聽，希望我哋可以合作愉快。大家加入周轉快之前，我已經做足功課。我知道新一屆嘅放數人協會形象大使選舉已經開始，不過咁多年以嚟，周轉快都冇派代表參加過。我認為係時候要作出零的突破，亦都借住呢個機會提升周轉快喺業內龍頭大哥嘅地位。嗱，有見及此。 我同娇姐已经作出过详细嘅研究，亦都一致认为娇姐就系代表我哋周转快参加嘅最理想人选。多谢多谢，我非常荣幸。我相信咧，我一定可以当选嘅。我当选咗之后咧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。到时咯，公司嘅业务一定会翻几番嘅。几多番啊，娇总？总之系咁翻啦，翻完可以再翻，越翻就越多。 大家木口木面咁样样，以为公司赚钱唔关你哋事咧，梗系关啦！公司赚钱都系街外钱啫嘛，到时大家唔止加人工，仲有发红包添啊！多谢 Alex，Welcome， 多谢你等紧。